佐藤健暌违三年降临台湾，边走边签名，少棠太太超兴奋。首度接下海外代言，27号降临台湾桃园机场，不但大方公开班机，还预告会走接机大厅哦。看到吗？哦，有，他出来了。恭喜我！有个通告，人家过了。你们价格如果有那个粉丝，不要给他付钱。被摔到发疯，佐藤健就这样子淋浴展开，开启小型粉丝签名会模式，边走边签，签了10分钟，连机场工作人员都说好久没看到这样的接机阵仗了。而佐藤健上次来台是2020年宣传电影《那一夜》，这回呢是他第四度来台，预计停留3天2夜，拍摄的新广告将于5月播出。17年的佐藤健，高二那年走在街上被经纪公司发掘，最孤傲为人知的成名作是漫画《神剑闯江湖》系列电影，饰演剑心的佐藤健堪称史上最像漫改角色。近几年也靠日剧《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》，初恋受封国民男友。俺とお前が釣り合わないことなんて100万年前から分かってる。100万年。俺の知らないところで泣くな。あなたが私の初恋です。哎，都想入坑，少棠太太不嫌晚。小编建议可以加 LINE， 拥有被佐藤健已读的快感。